明星花露水今天要 follow 主题是在台北市生活24K 到底够不够用呢？我们今天要实测的是北漂跟住家里的人一天花费可以差到多少？是东漂、西漂、南漂、北漂，丰富经验的阿伯。那我们实测吧。我每天早上都会买一杯咖啡，让我的工作可以很顺利。阿伯，你早餐怎么吃那么少？等下就要吃午餐啊。今天午餐就选择吃麦当劳。中午我都吃这个餐车，很便宜，60块，吃到饱。终于下班了，那我的晚餐呢都是回家吃，所以呢基本上的消费就是0块钱。下班的时候经过便利商店进去缴费，顺便买了一个便当，65块钱，就是我今天的晚餐。这样一个月开销下来大概是24000块。一个月大概12000。我们发现呢，最低薪资20000是在台北生活是会非常辛苦。那我们来看民众怎么说。Go。如果要住外面的话，至少要28000到30000吧。住家里25000、34000也要吧。5、6万，要求买老婆的本，对不对？4到6万可能会比较宽裕一点。最低至少3万吧。4万5到5万吧。4万，我觉得4万是很勉强。10万算是已经很紧绷了，以上是最好。就是发大财。至少要36000、38000左右。我是觉得要禁止炒房啦，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买得起，就不会有额外的那么大的压力。你有想买房吗？有，可是就幻想而已。我本来就是抱持一个不买房主义的人，房价就是很高啊，有点过了头的话，我好像没有必要在台北市有一个房子。大家可以创造自己财富的机会其实蛮多的，我们不要靠政府，就是自救比较重要的。就花费不要那么凶就好了，正常开销应该可以了。租房子贵得要死，一个月12000，可能要去买那个泡面，而且还不能有碗的，是不是很可怜？我觉得陈水扁那个时代版还比较好，有十大建设啊，然后那时候物价也不会那么贵啊。我觉得现在不会太差啊，大家该买的东西都买得起啊，只是可能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有些人会嫌说，哦，现在经济很不好啊什么，可是其实大家的消费力还是蛮厉害的。因为现在这大环境就不怎么好，大家都不想消费啊，玩就不想玩，就是怎么会？不管怎么样的环境，再好的环境，有人赚到钱，赚不到钱都是一样的。他说国外发展会比较好，台湾没用。居民第二季的经济成长。我们是四小龙第一名，大概花一年。想要去大陆，城市比较大，感觉比较好赚钱。我以前卖水果，我一天都现在没有以前的十分之一啊。请讲，你这个现在最低薪资有没有反应？有什么意见？我是有受惠，但是对于现在的就是上班族而言，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。再涨都一样，所以那个是好看的啦。每次要到选举了，就开始丢钱了。然后反正你下任重不重不关我的事了。去调那一种基本的薪资的结构面，其实一点帮助都没有。我们要的不是漂亮的薪水数字，我们要的是合理的环境。你拿2万块、3万块可以买房子，那你的薪水不会是问题啊，是环境给你的问题。高当然是好啊，才有那个努力工作的那个。我觉得你要提升，从教育方面着手，让每个人的价值观提升，而不是只是一直在充实在基本的薪资上面。或许可能基本薪资有在上涨是没有错的，只是那个利润都不知道分配到哪里去了。我觉得是利润分配不均。经过一轮街访，我们发现民众对于调涨到23800其实是无感的。那你觉得？可以挑3万好不好？那好啊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不是，还是要让他当选啊，让他再乱一点啊。